哎，这怎么样？两片。逛呢，逛呢。刷完是挺干净哈，朋友们，啊，是挺干净。一会儿把这阵再刷刷，19.9一瓶，两瓶，还有一个刷子，还有一个这个打油的这毛刷，还有这个是啥玩意儿？啊，绵羊油两个，6件套，这玩意儿是挺好啊。我把这阵再刷刷，哎呦我去，跳门啊！这家伙，发现网红爆款产品，朋友们啊，其实也不算是创业的一个新模式。今年这个擦鞋的泡泡非常非常火爆啊，朋友们，这个擦鞋的泡泡就是怎么说呢？直播行业发展到今天，实际就是一个人、一个货、一个场景。这个泡泡呢，是在南方。好多宝妈呀奶爸呀现在都出街，你知道吗？今年不是地摊经济吗？出街直接免费给各位朋友擦鞋，免费擦不要钱，你要是买也可以，15块钱一瓶，25块钱两瓶，这是线下的价位啊。在线上呢是19.96件套。然后就是什么模式呢？就是你这边给人免费擦着鞋，要这个场景，要这个效果，然后这边开着小直播，直接小车里面就有这个产品，你发货啥都不用管，不用你管，直接厂家就给你代发了，知道吗？然后这边你就负责擦鞋就完事了，你唯一付出的可能就是时间，再就是这一瓶泡泡没多少钱，给人擦去呗，这一瓶泡泡好能擦好几十双鞋呢，你知道吗？650毫升大瓶的，就是要这个场景。其实这个创业也不是一个新模式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一个新模式，但是今年就爆了，今年就火了。所以说好多小伙伴们如果说没什么干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啊，朋友们，就是这双鞋不错啊，这盘挺不错，我过两天我都准备上街去擦鞋去，投资没多少钱，几百块钱，你这边开着直播，这边就给你擦呗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事实胜于雄辩嘛，是不是？当场给大家做实验，直接给你擦小白鞋上来立正的，穿贼埋汰的，直接给你擦干净的，大皮鞋、反毛鞋、小白鞋啥鞋都能给你擦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确实有效果。我买这一单呢，就是我看一下这个东西确实是有没有效果，有效果的情况下我也上车卖一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刚才一擦，朋友们，还真不错，还真行啊，还真行。我平时直播的时候不就说吗，我说不是今年哈，以往也是，就是直播行业发展到今天，就是有短视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但是当然了咱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啊。你无论是你是做个体的，做小生意的，做什么的都好，一定把你手里的产品通过短视频，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曝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样，哎，很不错啊，朋友们，真的很不错。那你看我免费给你擦，我不收你钱。你要觉得效果好呢，当时你就买一瓶，15块钱一瓶。实际咱不是为，实际他们出摊的这种，卖这种泡泡的，都不是为了在线下，哎，卖，就是为了开直播卖货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都能看得出来。但是这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今年的一个火爆的一个小网红产品啊。利润在30%啊，30%，不到30%，20%几，那也行啊。你这边你啥都不用管，官方直接给你发货了，直接拿佣金就完事了呗，那不也可以吗？我今天也卖这个啊，朋友们，我今天也卖这个擦鞋的一个泡泡啊，挺不错的，也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商机啊，就是也不算是新的创业模式了，但是今年就火爆了，火爆全网，一个擦鞋的一个泡泡，南方老多了，山东的、西安的、广东广州的。那些宝妈奶爸啥的都出去上街擦鞋去，我寻思过两天我看看，不行我也上街我试试啊，我也试试。两箱一箱才多少钱呢？哎，一箱多少钱我还真没问，反正一箱没多少钱，你要是你在街上你就擦呗，线上一卖还不用你发货，比咱村民都省事儿啊。好了朋友们啊，拜拜拜拜。